天使新月刊四月号封面故事，创世电视十周年，同大家回顾创世电视成立过程，分享电视台点样喺危急之际嘅应变方法，而多位名人分享创世电视俾佢哋嘅得着。嚟紧创世电视目标希望由家庭开始，从而改变世界。追梦的小西，没有放弃的陈明恩。在电视剧《老表你好嘢》里面，因为本身是外国人，但是讲广东话了得，而受观众赞赏的陈明恩，原来自细梦想做歌手的他，因为一副西方人的面孔而被唱片公司列为高危投资，更在出碟前公司倒闭，因而浮沉多年，但他仍然没有放弃梦想。天使心月刊四月号只售20元，各大书店报摊惠康超级市场及便利店有售。